接到了线报，听说有一股东营人来到咱们辽东，他们伪装成本地客商，兵分两路，其中一伙于明日申时左右路过塔托村。李大侠，由你带人伏击。是，长老。另一伙于后天午时到达杨木林，西门大侠，由你来负责。是。埋伏好，一会儿杀我寇可措手不及。是。商队来了，商队过来了。那是黑衣人，肯定是倭寇。是倭寇吗？是倭寇，上跑！给我冲！上上打！上！哎呀！好萌，你们这！打得好啊！长老，我对天发誓，就是西门长海带着他的徒弟们救的这些倭寇。那你先下去养伤吧，这个事我会为你做主。西门大侠，出来吧。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我相信你，但不等于相信你哥哥。我的哥哥虽然生性顽劣，但投靠倭寇，断然不会。西门大侠，不要感情用事。在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，暂停你手上的任务。是。哎呀妈呀，灯咋还点着？妈呀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为什么去塔托村？长海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你咋不说一声？你吓死我了！我问你为什么去塔托村？曹公公让我们去送客商去。我一想就是他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今天带着徒弟护送的商客其实是东营人，抓来的才是抗倭人士。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闯大祸了，雀刀门你待不了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我把你送回老家。我回哪去？我不走。你说让我走我就走，你把我找着了搁这往这一扔，天天就死活都不知道。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了，我现在搁这待习惯了，我不爱走了。这就由不了你了。我不走呢，你答应我事办过吗？你把我骗了，还说给我找老伴儿，连个影都没有啊。你别逼我。你吓唬呢？